我哋而家化完妆啦，整完头啦，就出发去 location。Hi， 黄老师，终于可以拍我嘅 MV 咯，好开心！你开心到想锡你一啖明啊！冇啦，今日太 over。跟住我哋今日咧会拍一啲好开心嘅画面啦，同我哋现实生活有啲出入嘅。系，我哋现实生活，我哋相处好唔开心，日日打交。所以其实我都忍得佢耐噶。系啊，我哋多数都系打交，唔会有啲咁甜蜜嘅画面。睇我咩买好唔好？有冇钱啊？咁佢有噶，钱一样。行啦，我嚟买。包。去攞钱买嘢食。你会唔会想食一啖先啊？可以啊，今日十几度啦。Thank you， 多谢。食唔食啊？系啊，有朱古力，有剩朱古力，你要录低啊？你喂我。我好想剩朱古力。来杯。你系咪你对于你个 artist 未开工就食雪糕？冇办法啦，佢鬼叫佢好勤力咁做 gym 有 quota 食咩？唔及跑100公里。你开心啲啦，你红明星，而家系担正男一啊，所以咧塞车啊，塞车啊，唔知我哋得嘅，你行嗰条隧道，唔系，因为佢化咗啲啫，系啊，我好多嘢遮啊嘛，你系电视剧男主角嚟，黐线咩？梗唔系啦，你先系其实，你个妆应该好要好写实噶，已经唔系男团妆噶啦，唔可以 ，MV 唔可以。我知道你今日喺度，所以我都浓咗啊！你知唔知我个妆？系咩？佢话唔可以浓嘅，我专登唔浓嘅已经。系咩？系啊！我见你有加眼线添啦。系咯，点兜啊？俾佢哋发现咗，好啦，冇嘢噶，我哋去，我哋开工啦，食完嘢走啦，拜拜。冻唔冻啊？系咁揿住个头，冇嘢嘅。你啲衫嚟湿，唔使整。我好用力 gel 含住个头，你冇嘢冇黄老师，唔好讲啦，你小心啲啊，我一阵间又扑噶啦。你听到首歌喊吗？定系捉到流鼻血？见到车用水啊！我识佢咁耐，第一次见佢咁矛底，好睇啊！就 acting， 系咪咁啊？系啊系啊，喂，马上识跳啊！你跳啊！马上啊！啊！坚持咁久，吓？你咪好冻啊！会冻到震晒。系啊。你做咩啊？头先听完第一次听咗红座星第一首新歌，唔系嚟紧呢一首歌，唔系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，我嘅眼水、鼻水一齐都系去如瀑布般海市，如瀑布般涌现出嚟。成面都濕曬。係。呢首歌叫咩名啊？嚇？係唔使你傷心。我想有呢個佐治波嘅車。車嚟㗎。我其實我好感動，但係我邀請你參與個 MV， 你應承咗。係啊，所以我下次你飛都要記得同我拍嗰個 MV。可以啊，你邀請嘅話。我冇问题，我全力以赴。你要我落水都得嘅。哦，咁啊，但系你会唔会邀请我？会，真系会。就可能我出现两秒咯，就系我做路人行过。够唔会啦，黐线咩？搵我揸机啊！搵我揸机，两秒都唔要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我做 cam 几多天台，就咁决定啦。好，一再做。诶。放饭啦，去食饭啦，辛苦晒。耶！攞开啲方向。A 等嗰个喺喂喺度。哇！好啊，系啊，系呢个好啊，系你嘅餐餐。系啦，谢谢。有啊，有汤。食咩啊？可能唔够。有汤啊？你唔系话你请咩？请我食鸡。
咩噶？我唔系我食通粉啫，我唔食饭。诶，我食埋。哇！你真系好串喎，而家。喂，走啦，跟我嚟。真系好串喎。你而家咧就準備拍我哋送走 Josh 之後，馬田兩個人嘅一個 shot 啦。咁係一場好清晰嘅。馬田咧而家咧就收工啦，咁咧。我咧就準備咗一個禮物俾佢，咧佢咧好支持我啦，咁所以咧我要俾機會佢繼續支持我。黃老師，你嘅殺科禮物咧，我哋冇呢個好比花更加精緻嘅嘢，就係俾你繼續可以支持我。呢個咧係我嘅環曲啦，呢個消毒噴霧啦，呢個噴實力丹身嘅，同埋呢個 mask off 嘅口罩套。入面咧，仲有系呢个照下限量版。我你嘅 Yes 卡喎，我嘅 Yes 卡呢个咧系已经唔会再有。呢个系我自小学之后都未见过嘅嘢啊！系啊，呢个系我嘅 Yes 卡咧，呢个咧系好难得嘅。炒唔炒得到噶？十年之后咯，冇啦冇啦，诶菜诶下个月啦，下个月炒得啦。OK， 咁我。等佢有間有事嘅時候，我一定會放曬佢嘅，放心。你要好好保存啊！係，我唔係對你好好啊，俾機會你再繼續支持我。個樣，你有冇睇我拍過嘅劇㗎？咁有啊。OK， 咁好啦，梗有啦，我全部支持。喂，我去片場幫你拍 making 我。係喎，係喎，我唔記得咗添。你啲朋友真係，唉。辛苦曬，唔辛苦唔辛苦，係 ，keep 住啦，係係係，我裝花啦，係，緊要啦，收工啦都，好啦，好啦，辛苦曬，耶 ，Ruby Coast， 哦，食飯機食飯機，點解你咁？佢哋頭先話原來佢哋嗰場攬咧，阿 Aiden 有噴止汗劑，所以 George 就唔使受罪啦，係啦，我收工啦，拜拜，好啦。呢、這個拍完 Martin 之後咧，就到 George 去又拍完啦。跟住咧，就陣間就剩翻我一個人，我哋一齊歡送咗先。叔，咩相嚟？有咩感想啊？咩感想？終於收工啦，一定加油啊！我翻屋企等佢啊！辛苦曬，辛苦曬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而家咧就因为拍到中间啦，咁我哋喺一个比较隔绝嘅地方啦，咁所以冇厕所，依家我哋就出发紧去呢个洗手间，亦都翻到我哋休息一下。咁阵间我哋今晚咧就会拍一场呢一个 MV 最主要嘅戏份啦，就系喺呢个海入面嗰种挣扎啊，嗰种无力感嘅演绎啦。咁我觉得呢场戏对于我嚟讲都有一定嘅挑战，因为佢需要一啲形体上面去呈现。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，但系亦都因为今日咧嘅天气咧系13度啦，咁所以希望我头先食嘅晚餐可以帮我抵抗呢个今晚嘅寒冷，可以完成到今晚嘅拍摄啦。亦都希望唔好因为太冻而震到咧我 lip sync 唔到，咁所以希望原主播够啦。同埋今日其实好开心嘅就系、是，真系可以同。我兩位好朋友一起去拍呢一首歌啦，因為呢一首歌對於我嚟講係一首幾，我覺得係幾重要嘅一首歌嚟，因為係真係想送俾我嗰一位朋友啦，亦都將我哋嘅經歷嘅故事去重演翻出嚟啦，所以好開心，我真係可以揾到我嘅朋友嚟演翻我嘅故事啦，咁所以係咯。是這樣我哋准备进入呢个下一个大佬嘅阶段。咁跟住今日咧呢一套衫咧，我自己十分之欣赏，因为咧佢呢个手袖同埋呢个咧，佢可以令到我喺海入面，令到啲海水可以飞渺，一齐期待 Aiden 13度下海记，耶、yeah! ！
如常休息，如常争取，路上的一天尽量出闹剧来面对，是日笑开派对，有太多美剧要追，对抗空虚，任时光再追我走，过去已是回不去，剩下还是拥有新的兴趣，明日之旅依稀有你特殊伴侣。我睇紧照镜先发现我只眼系红晒咯。Oh my god！ 系嘛？喺 cam 睇冇字吗？系啊，头先我冇得见到。要话可以喊到咁多，应该系我真系喊。我哋终于收工啦，好嘢！呢条片大家都好努力啦，同埋好辛苦嘅同事们啦，大家喺呢个咁冻嘅晚上陪我喺度等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条片啦。大家如果喜欢生活服常的 MV 和我们的 Making of， 和今次我邀请了我的朋友仔和我这个十三度落海的事情，大家记得去 like 啦、share 啦、subscribe， 和大家记得支持生活服常。拜拜。如常休息，如常争取，如常追赶，尽量在事业寻乐趣，努力自愈后遗症，我向着浪潮追，就算辛苦都好，因而何事。